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现在呢，开始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第十三卷，卷数是十三卷，品数呢是第九品，光明觉品。光明觉。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，我们是依照这五教的，依照我们清莲国师的书抄，依照这个方山长者通宣的和论，依照这个道慧禅师的串要，大概我们依照串要所着的多，依照哪一个主师的过去的大德他所解释的，就是我们的观点，把他的观点，他对于学华严经的所做的体会，给我们做一个辅导的意思。每学一品经，从正文上，如果你学的时候不一定看注解，那么这个华严经是清莲国师的，他说注解解释是他的意思，他是正德的，他是悟德的，咱们是没悟德的，就依咱没悟德的，咱们先从经文看了之后，你怎么认识这一品，你怎么理解的，完了之后你再看注解。那么依着华严五教的所解释的，华严经是以五教为主，他解释华严经的，那他这个说这个讲究宗教，讲究教派，但五教教派所注解的不同。如果你看那个其他的还没有啊，因为华严经因为他这个部头大，注解很少的。如果你看其他的一部经论，啊，注解的就很多，那不是你的，那是人家的。最好你能够依着经诵的时候，通过你的智慧，通过你的思维，再通过你对于入了佛门的体会，你再理解这段经文所说的话什么意思，理解完了之后，你再把这个书抄也好，和论也好，串要也好，串要是道慧禅师，他是清朝时候的孤山龙泉寺的一个老和尚，他把这个串要跟和论呢两个融合一下，完了他自己有他的意见，这叫串要。你这些个注解最初开始时候你都不要依照，就依着经文你的感受，你所学的体会，完了你再看注解，再看那个人家是怎么解释的，你得怎么认识的。凡夫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凡夫，凡夫的理解力或者读经听到佛的教诲，他的教授的方法，用你的自己的知见，你先看一看
想一想，参一参，完了再对照祖师的解释的，这他们的知见，他的知，他是正知的，他是悟知的，那各有不同啊。我们现在往往初学习一部经，或者是学习一部论，大多数都先看注解。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不懂。即使那些个大德们、祖师他介绍，啊，我们入门。但是呢，你看拿不住节，先入为主，把你自己的那个对这个经的理解、经文的意思、佛所教授的，你没有发挥你自己的知见，你看拿不住节。这个注解跟你很喜欢，那对于这部经的理解，你就完全变成清凉国师的理解，不是你的理解。如果你研究五教的各个主色，看看那些各个主色，他们各个不同的，为什么？他们各有各的知见，好比一部经，好多个注说，他因为不同前人的注说，他才要注说一个。那有的呢，他又表表示他的知见，啊，他因为他来做贡献，这各个不同的，各个不同的，如果你把每一个大德们所讲述的华严讲下来。把他每一个记录你就对照一下，各个之间特别关要的地方不同的，因此呢，不要把你自己的知见，把你的悟性，被那个前人的注解给止住了，你发挥不出来了，你随着他的知见去认识。在你没用他的自见的时候，先用你的自见，你先去好好看一看，你也去参一参，完了再对照，知道自己哪些个错误的，哪些见解不对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并不是自己全错了的，不可能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他也看他看法，这样的好处在什么呢？是你多深入，能自己产生自己的悟相，悟，把你自己的悟性啊，能够发挥出来。现在我们一般的讲解的时候，怕对佛所教授的深意，怕误导，怕说错了，依着注解所说，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我现在讲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什么样子呢？依着清凉国师的，或者依着和论的，依着篡要的，反正这三位大德吧，有的是唐朝的，有的是清朝的，自己呢，自己因为没有悟性，没有照别人学。别人的悟性，作为我们自己的悟性是不可以的，只是解说照着人家解说，这是文字解说，义理呢就不同了，人家说的深，我们说的浅，我们多数是依着文字而显理的，有悟德的人，他是依着义理来显义理，我们是依着文字来显义理，就差了很大一截，距离很远了。有没有后后胜于前前的呢？有啊，
除非文殊菩萨实力化身。因此啊，大家学习时候，我们演说的时候，跟大家解说的时候，解释的时候，只是个引子，引发什么呢？引发诸位菩萨的你自己的悟。咱们这讲光明了，引发你自己的光明。光明觉，那你先悟得这品的意思是什么吧？不要看注解，光明是破黑暗的，觉是对着迷说的，光明是对着黑暗说的。说我们被污名惑迷惑，假佛文殊师利的光明，把我们这个黑暗呢消除，我们在迷中，这篇告诉我们的是觉悟，我们从觉悟破除我们的迷惑。有这么两句话啊，说你迷的时候，这个六道是晚言的；悟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的。在真正的觉悟当中，没有什么黑暗，也没什么天堂，没有地狱，没什么流转。迷的时候，六曲是晚言的。人说梦里明明有六曲啊，有就是你迷的时候，六道是明明都有的，不错，真实的。觉后呢，大千世界都没有的，六道也没有的。说你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，有了光明，有智慧了，有了觉悟了，它跟你现实的生活、现实的环境、现实客观的一切现实，全不是这样子了。这是迷失的境界。迷失境界，你懂得这个含义了，你去观察，观察，观察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意念之中所有的业用。观察就是用你的意念，就像你看生活一样，你在日常生活，你不能没有你的意念呢，得有意念呢。走个路嘛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呢，那路是对不对的？别跳到坑里头去啊！所以这就是意念指导你的行为，指导你行为。学习有如是的，也有如是的。咱们前头讲这个佛的名字讲了那么多，寡讲名啊，没说佛身呢，没介绍每一个佛在每一个世界。他所现的化身、报身、法身，法身当然十方诸佛都同了。他有他是身，光说明没说身。法呢？法也不同啊，有全法，有实法呀，有方便法呀。全是方便法。实法是究竟的，现在我们讲的都是实法呀。实法也得有全方便呢。没有权怎么能达到实呢？是吧？佛有身有名，法有权有实。但是尽管咱们说的那么多个佛名字，离开名，观他的身；离开身，观他的性。这个样子吗？这观这样的体会，啊，知道了，佛道同，